当时就是有一个拉羊的车，然后那车里应该得有100多只羊，然后他是在7:20左右的时候，自己开车的时候路过那冰面不小心翻了，翻了之后他们就报警了，民警就到了，周围大约能有4-50人啊，然后周边的群众一直都在帮赶羊，因为那羊受到惊吓然后四处乱走，周围的群众就一直在帮着赶，很多人都帮着往后拽，但是当时没有羊圈，没有地方能关那些羊，后来就是那个后面那个张家，那个应该是那个老板，然后他说他用车给圈那个羊圈，后来发现效果不太好，然后他一寻思说那个哎，正好那车库好像能放羊，他把车提出去了，然后把那个羊全都赶到那车库里去了，基本上抓了所有的羊，基本上能有40分钟左右啊，现场都死了10多只，人没受伤，9:10吧处理完的，羊都拉走了。